上班，起，问讯，起，进对面站，
Yeah.
之海为我不算梦，灵之海为我不算梦，灵之海为我不算。即书即孤独言，以大悲救圣贤，而悲乎世人即皆是大阿罗汉。众说只是长老舍利弗，摩诃摩前列，摩诃迦瑟。南多阿难多罗侯罗就般波帝宾多卢波罗多遮了多依摩诃揭宾那波吉罗阿耨罗多如是等诸大弟子宾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华王子阿弥陀菩萨见多和地菩萨真精进菩萨亦如是等诸大菩萨即是地王引等无量诸天大众及二十八高僧老舍利弗龙子即般若世光亦佛度有世界耶极乐极度有佛恒阿弥陀今见在说法舍利弗彼度何故名为极乐极果众善无有众苦难受诸乐故名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极中难顺极中罗网极中含殊咒诈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有极宝遮八功德水众万极中是地尊尼金萨菩提是遍精进琉璃玻璃和尚禅有楼阁一一精进琉璃玻璃色即色诸玛那样是知此种莲花八如色轮净色净光王色王光紫色紫光白色白光微妙相间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彼佛国身着金叶王金龟地九叶六十一顶曼陀罗哇极度众生将一金灯各一一个三种妙哇供养大方十万亿佛其一时是观到本国本是金星舍利弗乐国土三九如是功德庄严不施舍利弗彼国享有种种奇妙遮色遮了悲和空皆因无舍利令并皆共鸣之鸟十九种鸟九叶六十九和雅
无根无力随菩提方法向大方殊胜等法度众生万事应一切悉念佛念法念上舍利佛如慧此次罪报所生中一智和毗婆国土三恶道舍利佛及佛国三无二道之名和光有四十九种了解是阿弥陀佛一灵幻尽了变化所作舍利佛毗婆国土归光水东求报汉修地报罗王东至即说万事因着持人皆上念佛念法念上是心舍利佛及佛国土三教如是功德转眼舍利佛一如一应和毗婆和故号阿弥陀就是梵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有舍利佛毗婆寿命寂寂人命无量无边那三寂皆故名阿弥陀舍利佛阿弥陀佛将多以来已经是有舍利佛皆阿罗汉毗湿顺数之所难遮诸菩萨众亦不如是毗婆国土深究如是功德转眼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甚者皆是阿毗跋致集中者有一身不修习数身毗湿顺数所能自知但各以无念无边那三即说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上彼国所以者何得如是诸圣传人即为一诸舍利佛不可以受正等不得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三男子三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则名号若一如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应乱即人怜悯众生阿弥陀佛一诸三众见在即见是人众生见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佛我见是故说是因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上彼国土舍利佛如我今得将当阿弥陀佛不可舍利功德舍利东方亦有阿修毗婆须弥山婆达须弥婆须弥观婆妙音婆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偈国观尘此尘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甚是因度等众生行持增长不可思议功德这佛之后念经舍利佛南梵世界柔日夜等佛明观观佛八眼见佛须弥等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偈国就观尘世界真见大千世界所生之言各等众生但行是增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舍诃念经舍利佛十方世界有无量寿无量善佛无量准佛大观佛大明佛宝相佛净观佛如是等阿萨埵诸佛各以偈国诸观尘世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生之言度等众生
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摄诃林尽舍利佛悲般世界有眼见随身因佛难取佛日上佛光明佛如是等恒啊所求佛各一即过求根尘世间遍如尘间大千世界所生持愿度当众生心思增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摄诃念经舍利佛下观世界有世界明观佛明观佛达摩佛法转佛智法佛如是等恒三世诸佛各一即过求观尘世间遍如尘间大千世界所生持愿度当众能行是增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摄诃念经舍利上观世界有是上尘陀上观陀大眼见陀大色包括眼见陀所罗四观包括得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色者佛各一切诸观尘世间遍如尘间大千世界所生是眼度等诸生等心是增长更是以功德一切诸佛摄诃念经金色离波一如一应和故名为一切诸佛摄诃念金色离波若有善男子身万世尽咒之声之万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身与人皆为皆诸佛之摄诃念皆得不退转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色故色离波如等皆其诸佛说说舍利婆若有人离法眼净法眼真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土若一身若精神若当身是故舍利婆皆能尽能比过度舍利弗如今得生当诸佛不可思议功德佛是相即相将我不可思议功德这是言释迦牟尼佛难为善男稀有只是难以说破过度无著而是皆说见说烦恼者众生者命者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是一切是真当然八智慧佛成之恶已无作而是今世难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界所是难尽是法是为善能破除是尽一舍离佛其诸比一切是真当然阿娑罗当闻佛说说万事尽作作离而随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成根本得生净土多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揭陀耶陀帝耶达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揭陀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达揭陀耶陀帝耶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揭陀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达揭陀耶陀帝耶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揭陀迦利娑婆
色。相好光明无当方好黄庄无水成心思大光中花破无数中义无边中山秋平
一方极乐世界。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Mm-hmm.
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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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恭敬。
发射，设备开设。请坐。请合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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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再借这个共修的因缘，再一次跟大家来学讲《佛说阿弥陀经大义》啊。如果在演讲当中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多多批评。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宣讲而无问自说，目的就是要我们把这个人生啊能够看透，把我们这个人生的真相，而把宇宙事实的真相你能够彻底的明白了解。那人生这个真相跟事实的真相啊，指的是什么呢？它这个世间是不实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所谓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它是无常的。那无常的本能啊是苦的，你能够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那我们离苦的心了生死出三界啊，那就非常的恳切了。那如果用这个精神来念这句阿弥陀佛，来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的话呢，善导大师所讲的万修万人去了，确实是事实真相，就是这一个。那为什么现在念佛相信净土的人很多，
念佛念了一辈子，最后又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你说他不信，他信得很清诚呢，是不是？你说他没有发愿，嘴上一天挂着极乐世界，你问他，你不相信，你等一下出了这个念佛堂，你问你的同学有没有念佛，有，要不要发愿，有啊，为什么去不了？是缘放不下嘛，心里有一个牵挂，信不真，愿不真，行不立，那你念佛这一生呢就空过了。就是这个原因产生严重的执着，障碍了我们这一生珍贵的依到这个法门的因缘，所以没办法往生西方净土。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就是没有把这个原因搞清楚搞明白。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连续的四次的劝导，这个四次的劝导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你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心切啊，你就明白了，在任何一部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连续的四次的劝导，苦口婆心，你要相信。我们有没有真心？所以上个星期啊，来跟大家简单的说过了，介绍了头一段的经文，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舍利弗，他说：“舍利弗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做极乐，而这个极乐世界企图有佛，号阿弥陀。那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今现在说法。”很明确的告诉我们，那在这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最主要的为我们说明三桩事情了。哪三桩啊？上个星期已经简单为大家说明了，但是今天呢，又来给大家先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佛讲有一个世界名曰极乐。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佛非常的肯定，来为我们说明这个世界是有存在的，它不是神话或者一种推算的，不是，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存在，这个法界是有存在的。那在这个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呢，释迦牟尼佛要为我们表法什么，就是叫我们要发愿，你要发起你的内心那种愿望，我这一生我一定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让我们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而且非常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存在的，你要不要怀疑，你一定要相信。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释迦牟尼佛他每一次在讲话，他
它有四季，我们一定要记得，它不增也不减，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释迦牟尼佛在描述一件事情呢，释迦牟尼佛在描述每一件事，他老人家不会有增加一点点的，也不会减少一点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就是事实啊。他不是跟你讲故事，不是跟你讲神话，是跟你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一个世界名叫极乐世界，你要相信。这个我们非常恳切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描述一件事情哦，真的。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那今天佛为什么要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十方诸佛国土这么多，佛为什么不劝导我们到三善道？为什么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哦，你看你们在这个礼堂戴着口罩，辛不辛苦啊？辛苦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你看这个，听说这个南非洲啊，又来了一个更严重的这个传染。哎呀，已经辛辛苦苦，已经开始要改善，又来一个。所以我们祈求啊，佛菩萨保佑我们澳大利亚全世界啊，希望这个能够赶快化解，恢复正常啊，不然的话，将来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的，那没办法去测度。那佛为什么要我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想一想，我们身为一个有情的众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本性，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什么呢？是什么？就是要离苦得乐的吗？你去问那些哪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比方说有一对年轻人，我今天结婚了，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就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快乐的人生，是不是？你看哪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是追求外面的这些的世界的欲望，有没有得到快乐？没有啊。有没有得到自在幸福美满？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里面都是有共同一个目标，连一只狗他肚子饿了，他也懂得怎么去吃。冬天来了，他也需要一个温暖的、保暖的地方。那我们人就不用讲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一点，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而得到真乐。我们世间的乐是否有副作用，大家都知道的，它不是真实的。只是把我们的苦暂停而已。那极乐世界之乐那是不一样的，它是圆满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是以清净心而现出来的，所以那个世界很美，无尽的庄严，无尽的美好，显出来就是这一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之乐是以欲望而显出来的，所以它这个乐中有苦，
是没办法真实的。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一段，一切众生在本性里面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离苦得乐，而且这个是得究竟乐，离究竟苦。哎，刚好西方极乐这个名称适合我们众生而得到离苦得乐，所以把这个极乐世界呀、介绍给我们。所以关键你能不能相信。那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是什么？下面会跟大家说明。那既然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要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用什么方法呢？用什么方法？你看第二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企图有佛号阿弥陀。那这段经文的表法是什么呢？就是劝导持名妙行。这句名号确实真的在一切法门里面没有梗这个更妙了，这个确实是真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句名号是我们净土中念佛法门修学的纲要，也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度众生的为重心，也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以这个名号为重心。所以用这一句名号来给我们作为一个修行的标志，用这句名号，你能够真诚来念这句名号，你将来就能够得生净土。就好像我们要跟观世音菩萨借个缘，你一定要念他的名号。你要跟地藏王菩萨有缘，你要跟地藏菩萨念他的名号。今天我们要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将来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要念他的这句名号。你念这句名号等能跟他感应道交了，将来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用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善根，什么样的根性，三根普被都能够得度。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有两个，有这个字告诉我们，哎，有极乐世界，达到极乐世界你要用这句名号来念阿弥陀佛。那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做什么？今现在说法，今现在说法这句话非常重要。关键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在这个地方了。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极速极故都演讲这一部经，3000年后我们在这个礼堂读诵这一部经，闻来学习这一部经，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什么区别呢？过去我们有听到，哎，有一尊佛发大誓愿建立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消失了。过去未来我们看到有一尊菩萨在发大誓愿，我将来要建立一个世界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这个也是过去。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表示什么呢？为我们表明是什么？那在这个地方啊，要跟大家来借个缘，跟大家说明。
莲池大师在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纲要。这一段经文啊，莲池大师他有讲了两个纲要。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破除我们心中的疑惑。你看哦，释迦牟尼佛前面讲了两个有这个字，有这个世界名叫做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了两个有。但是有这个字在我们佛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有这个字啊，在我们佛法里面，在我们佛教里面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呢？叫做存在吗？那如果存在对我们念佛的人，对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的人，那这个意义重大了。那这个意义很大。比方说我们这个礼堂，它有功德，有空调，有暖气，还有布置这些啊，看起来庄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安心住下来，来学习，来念佛，哎，让我们法喜充满，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它能不能存在？这个礼堂它一定要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礼堂一定要存在。如果这个礼堂消失了，这些功德也跟着消失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在亲近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有德行，有智慧，有很大的功德，但是这个功德能不能存在，这个功德能不能起作用，能够发挥作用呢？这位老和尚一定要存在的。如果这个老和尚不存在，这个功德也不存在了。就如同我们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也是一样的，如果阿弥陀佛不存在，西方极乐世界都不存在的，那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跟我们有意义吗？没有啊。那什么意思呢？莲池大师在这段经文，为我们开示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我们启发什么呢？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你要深信，破除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对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能够破除我们的疑惑，这个就是第一点。这个是第一点。所以听经、读经不是为别人读的，是为自己，是不是啊？看到经文来对照自己，我有没有这个毛病，是不是？如果连这个读经的意义都看不懂了，那我们今天学习的佛法可能会走错方向了。很多人啊，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莲池大师啊，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今现在说法最重要的，前面佛讲到存在，后面释迦牟尼佛讲到什么？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来破除我们凡夫的懈怠。这个莲池大师讲的，我们念佛的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是什么呢？懈怠懒散嘛，对不对？你不相信，你看看你们自己在念佛当中进得多还是退得少，退得多还是进得多，你看看你们自己。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这一个。你看那个祖师大的高僧传啊、居士传里面，他们靠的是什么呢？他们今天能够成就靠的是什么？精进啊，勇猛。今天释迦牟尼佛，今天阿弥陀佛能够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供养给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靠的是什么？精进啊。能够发大誓愿，以这个四十八愿来勇猛、来精进、来供养给十方一切，都是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精进。世间有三种善根，一切善从这个而生，无贪、无嗔、无痴。但是菩萨只有一个善根，是什么？精进。那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来跟大家学习一下，莲池大师在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告诉我们念佛的人很重要。你看我们一般人现在念佛的人很多，相信净土的人多不多？多不多？很多啊。但是真正做好准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多不多？不多哎。今天如果比方说我们等一下回去了啊，晚上吃晚餐，哎，十点要睡觉，突然间阿弥陀佛出现在你的面前，哎，赖先生啊，我现在马上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去？哎，可能你会跟阿弥陀佛讨价还价的，你会找借口，你会跟阿弥陀佛说：“哎，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对不对？”啊，我们协会啊，啊，刚刚启发哦，道场还没建立，我还很多事情要做。你会想尽办法来跟阿弥陀佛讨价还价的，哎，能不能再等30年过来再接我？真的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啊！听到阿弥陀佛要来接引了，怕得要死，舍不得，放不下，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呢？很多哦，你不要看哦。当他现前来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准备好。像那个江苏，浙江，有一对夫妻。退休的，他退休之后呢，认识了佛法，又认识了净土，非常用功。两个人夫妻发大誓愿，同生极乐国。他的太太很用功哎。那有一天晚上啊，阿弥陀佛啊，现前在他的面前哦。阿弥陀佛告诉他：“现在我就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很法喜，很快乐。当他准备的时候，突然间起了一个念头，什么念头？他的孙女。当他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阿弥陀佛不见了。隔天早上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他的同修，就是他的先生：“我很后悔，做错了一点的过失。阿弥陀佛已经来了，但是因为这个原因，阿弥陀佛不见了。”所以他先生讲了一句话，说放下简单容易啊，做起来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两个人更加用功，没想到他的先生先走一步，站着在窗口玉字十字，拿着念珠走了，走之前写了一封信留下给他的太太，
就是许他几十年下来做夫妻的感情坎坎坷坷的，而最后啊写了感恩两个字，而劝导他的太太，你要发愿，你要深信，你要用功，将来我们同生极乐国，我来接你。到最后他的太太有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什么原因呢？很多人认为啊，不急嘛，对不对？你慢慢来。哎，阿弥陀佛也说，哎，你慢慢来，我就慢慢来。你不急，我也不急啊。反正来生还有嘛，对不对？啊，来世还在有啊，啊，将来的人生再来学佛，再来念佛，反正不急了，慢慢来。哎，真的哎，师父有认识一个护法，啊，家庭生活得非常好，每次劝他念佛，哎，师父，哎，以后再说。你看，就是用这种的心态来念佛，啊，今生啊，听到这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跟阿弥陀佛结善缘就好，等来世我再来念佛，等来生我再来念佛。用这种的观念来念佛，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吗？你会产生严重的一种悠悠汤汤的，用这种心态，有空来念佛，没空就不念佛，啊，反正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明年，啊，反正有空我来念佛，啊，什么都不重要。你这样的心态来念佛，你会耽误你自己的时间，你耽误自己的时间等于生命，你把你的珍贵的生命浪费了。所以这样的心态来念佛，你想一想，将来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一个是一个问题哦。所以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今现在说法最主要的呢，就是叫我们什么？你要把握当下，你要把握这个现在。为什么要把握现在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因为来生是很难测量的，来生不可测啊。今生你能够得人生，你能够来世得人生吗？行吗？你今生能够生在澳大利亚这么好的环境，你来世能不能生在澳大利亚，行吗？没办法保障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堕在三恶道怎么办？三恶道不要说学习佛法，两个闻到佛法你就很难了。如果我们来生到这个三善道，大家都知道在三善道没办法学习佛法的，是没办法学习的。为什么呢？诸天太过于快乐，三恶道太过于痛苦，是没办法学习佛法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不鼓励我们到这个三善道去，你没办法学佛。你那个目犍连的学生，最得力的学生，他是一位神医，好像名字叫鸡婆。你看他在世的时候很用功，哎，很勇猛精进的。当他升到多帅殿的外院去享福的时候，他有没有在想要修行？没有啊，每天都想要怎么样来享受，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用现在这两个字来提醒我们什么呢？你现在已经得人生了，你现在这个人生你还有这个机会选择，选择什么呢？
你去还是不去？你在三善道你没有这个选择的，你在三恶道也没有这个选择。你看哪一个动物它有没有这个选择？没有。在三善道它也没有这个机会选择，只有在人生这人道里面你才有这个选择，你去还是不去。一念之间都在关键在你自己本身。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不要等到死亡来临了你才来选择？来不及了，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这个人生是无常的，生死随时都会来临的，在一分秒当中会发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可能会车祸、死亡来临，种种的。趁我们这个体力还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够遇到这样的好的环境，又遇到这样的好的同山道友，你要赶快选择你的将来的路是怎么样的，这条路是怎么走，关键就在你自己本身，没有人能够来阻拦我们自己的。释迦牟尼佛只能为我们指条一个明路，让我们离苦得乐，了生死出三界，关键在你自己本身。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无比殊胜的因缘，千万不要把它错过了。这个因缘是什么？了生死出三界的因缘。如果你把它错过了，那可能要等很久了，甚至于可能无量劫。你说你不好好的把握这个现在当下这个因缘，你说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握？尊敬的追统修大的，你要记得一件事，今生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前面只有两条路。哪两条啊？哪两条？其实呢，师父很感谢你们，有你们存在，我才有机会跟大家学习，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你看，如果今生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眼前只有两条路。这两条路，第一个不是在三善道，都是在三恶道。你要到三善道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三恶道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很容易进去的。你想一想，所以你将来得人生能不能依到这个佛法也说不准了，你能不能得人生生在一个好的环境也说不准，看个人的业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你要好好珍惜，好好要把握当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啊，那真的无量劫了。人生真的无常啊，所以这么无比的殊胜你没有把握，就好像什么，好像一部车，这一部车啊在走动的时候，你不赶快它上去的话，那以后怎么样？你要靠你自己走路了，一走路呢那就无量劫了。所以尊敬的具同修大德，释迦牟尼佛在第三桩这个事情今现在说法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破除我们凡夫众生的懈怠，千万不要拖这个珍贵的时间。你对这个时间的拖促啊，对你们没有好处，而且越拖越糟糕。
要明白这件事情，越拖越糟糕。很多人就是这一个样。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一句里面劝导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而现在这一句话值得我们去身心去思考，去注意，去留意。如果你明白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为我们苦口婆心的劝导，你还会懈怠吗？不会的，你是不会懈怠的。你看过去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修无法师的故事？有没有？他出生呢，他是做那个泥水匠的，一生生活很辛苦的。他不认识字，后来遇到佛法出家，出了家，他有没有讲过一部经？没有。有没有读过半部经？也没有。他天天做什么？种菜、洗厕所、砍柴、挑水，他只能做这一个，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有一个好处，知道这个人生是苦，天天把握当下，天天用功，不懈怠，不放松。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无论在哪一切时哪一切处，他就非常的用功念这句阿弥陀佛。但是到最后，你看他老人家谭熙法师在做办这个三坛大戒的时候，他去帮忙照顾这些病人，他照顾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在念佛。只要有时间他就念佛，累了去睡觉，起来又念佛，天天就这样干。然后后来告诉坦希法师我要走了，坦希法师告诉他法会还没结束，你怎么能够离开呢？修无法师告诉坦希老和尚，我不是要走，但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什么时候走？在十天。隔天又来告诉坦希老和尚，我可能不等到十天，我明天就要走了。你看说走就走，说留就留，他老人家做到了。一生以人无生，一生以人无求，人家怎么对待他，怎么骂他，怎么侮辱他，怎么打他，怎么骂他的，都是笑嘻嘻的。看到人怎么骂他，他只有一句话，顶礼合掌阿弥陀佛。我们呢？我有时候打你，讲你一句不好听的话，你会不会不高兴？讲实话，会不会不高兴？突然间你今天走出去，这个念佛堂有人骂你，你白痴啊，你笨蛋啊，你的头脑长在哪里？你会不会生气？会不会？为什么不讲话？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还没做不到。很多这个世上的人呢、为了小小事情搞到鸡犬不宁，甚至也可能会杀人。你看有修行人跟没有修行人不一样，会念佛的人跟不会念佛的人是不一样的，真的，确实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善导大师说啊，总在一缘不同，这个一缘是指什么？你会不会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个修法师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当要这样学，你说呢？师父也是有这样的毛病。说实在的，遇到一些不喜欢你听的，遇到一些你不喜欢看到的，不喜欢听到的，你会一种产生一种反对、反抗、不高兴。但是对一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有修行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他不会被这个境界而所干扰、而所动摇。这个才是真正学佛的人。所以在这一段经文，莲池大师以纲要里面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活在当下，把握现在，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来世、过去都是假的，来生是怎么样的是不可测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今现在说法。这个今现在说法最主要的呢，提醒我们诸位念佛的人不要懈怠，不要懒散，因为懒散是我们的障碍。很多人说，师父，我常常要提起我的精神来念佛，为什么提不出来？这个就是有业障。那这个业障怎么办？只有忏悔才能够改变。所以不断的忏悔，发愿我要忏悔，对不对？无论今天有什么样身体不舒服，像我们身体有时候不舒服会产生什么懈怠啊，找这个借口，找那个借口啊，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是不是？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下面，下面的经文啊，第二段佛是怎么说的呢？大家请合掌。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前面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鼓励、介绍、发愿，一定要相信有阿弥陀佛，你要发愿求生净土。那下面这一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要为我们介绍。今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意义重大是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国土这么多，那对我什么好处呢？释迦牟尼佛在这段经文讲得非常好，他说：“舍利弗啊，企图彼图何故名为极乐？”释迦牟尼佛问舍利弗，舍利弗怎么回答？舍利弗没办法讲出来，只能听。释迦牟尼佛只能自己回答，自己问，自己解答。那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做极乐？那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没有苦，只有乐。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的生活，让我们生活最苦的是在哪里呢？的精神的问题，身心的健康，身体的压力而不自在，很痛苦。你看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不要说外面的这些我们社会的，说说我们自己，你讲一讲，你能够把你的一生的生活讲过来，写在一本书，你苦在哪里？可能会写了一大堆，对不对？
你能不能把那个讲出来？你把你的一生的经过，你写成一本书，你去干的时候，乐得多，苦得多，还是幸福得多，还是苦得多？一目了然了吗？你看，最近很多居士打电话，师父，我看到我的母亲现在进入什么样的状况？老人痴呆。师父，我希望我有一天不要像我母亲那样，让我的儿女不要为我这样的病来辛苦。因为照顾一个老人，而且得到老人痴呆的，那个是很苦的。而且当我们得到这种病的时候，有多少儿女能够站出来照顾我们呢？很多人都在推迟啊，不想照顾啊。你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这种病怎么办呢？你说苦不苦啊？真的很苦哎。那个时候你要劝他来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吗？很难。那只是一个方面来说而已哦，还没其他的。你看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你看一看，医院越来越多，医生越来越少，病人越来越多，很苦的。人一老的时候，什么事都出来了，什么都不方便。你想一想，我看到很多老人呢，老的时候真的很不方便，需要人家照顾啊。如果儿女有耐心、有孝顺还好，如果儿女不孝顺怎么办？那就死路一条，那死路一条哎。哎，真的哎！你看现在有一些国家哦，那个地铁站啊，在地铁站哦，很多儿女逼母亲去卖什么？卖一些卫生纸啊，卖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啊，很多哎。很多老人的时候，儿女当作一种负担，所以没办法。到哪里去，把你放在老人院。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业力，我们业力很难转。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一点，看到这个事情，求不得爱别离，种种的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这个世上，这个环境里面，你要真的要把它透彻看明白了，你要不要再看透看出不明白，你将来无量劫以来都是在这个六道打打滚滚的流浪的无量劫，你自己都不觉悟。那从这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无有众苦，但所诸乐，乐在哪里？它是永恒。不要靠别人照顾，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每天有护士医院，没有看到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医生在看这个病人，没有的。在西方极乐世界每天都是看到是什么快乐、平安、吉祥，天天都到哪里去？十方诸佛国土去参观旅游，去供养。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不去呢？那如果我们懂到这个道理呢，那你就应该应当要启发你的内心，去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以娑婆世界之苦。你能够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你来念佛、你来发愿，那就容易了。
你能够精进而不懈怠，你的勇猛而不懒散。这样念佛啊，万修万人去。那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弗，在这个环境里面，一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住了，最主要是讲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讲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到西方极乐是贪图这些吗？我们到西方极乐是不是贪图这些啊？不是的，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目标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有意义啊，你才懂得怎么样去发心，怎么样来帮助，怎么样来贡献给十方一切的众生。那这一段经文是怎么说法呢？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说明。好，那今天呢，简单给大家说明一下，真的很不容易啊，跟大家这个因缘聚会一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讲一些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啊。莲池大师刚才我已经为大家简单说明，我再来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把握当下，趁我们得这个人生能够依到这个法门，那你一定要好好来认真去找一个更美好的方向，去找一个更美满的世界，去找一个更幸福的世界，无有痛苦，无忧虑，无烦恼，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间就不白来了。好，今天呢，我就简单跟大家简单说明，那我们呢，下个星期再来为大家简单讲解习讲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的大意。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大家请合掌来回向啊，难得这个讲经功德啊，我们来回向。好，请合掌跟我念。愿以此功德，讲经功德，回向累劫阴亲债主，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经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向佛一问讯，即大众礼谢法师慈悲开示，顶礼法师三拜，阿弥陀佛，恭送法师回了，阿弥陀佛。
方极乐世界。南无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